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尔公司的 CEO 富凯最新的一个表态，谈到了世界需要中国的芯片。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作为荷兰阿斯麦尔光刻机巨头，对吧？他只要谈一谈自己的光刻机哈、啊，就可以了，为什么会说到世界需要中国的芯片呢？那么这里面就要说到阿斯麦尔公司上上一任和这一任两任 CEO。 对于美国不断要求荷兰政府施压阿斯麦尔拒绝和中国市场之间的合作呢，实际上一直持反对态度。所以呢，这也不难理解阿斯麦尔的 CEO 荷兰的光刻机巨头为什么好像多次会站在中国的视角上来发表谈话。那么另外呢，根据阿斯麦尔 CEO 傅凯的这个说法呢，欧洲。 目前的芯片缺口的比率来到了百分之五十，非常之高。另外谈到中国的芯片发展呢，对于全世界的科技发展呢，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甚至他说到了欧洲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离不开中国的芯片。那么中国芯片真的已经如此重要，让欧洲都离不开中国芯片了吗？那么荷兰的光科技巨头这个阿斯麦尔的 CEO 福凯的这番讲话。 是否属实呢？我们来各为各位朋友呢做一点深度的分析。首先，第一呢，大家都认可，那么全球半导体产业竞争日益激烈。其实我们放眼过去，从美国上一任的领导者特朗普到现在的拜登政府呢，这两届政府针对中国芯片市场的疯狂打压呢，是一直都没有停止的，而且不断加码。你比如说。 要求美国英伟达公司对中国芯片市场进行啊限制，进行这个制裁。那么实际上呢，是层层加码。一年多的时间呢，出了四道禁令，从最早的 A 一百、H 一百到现在的 L 二零，都要搞相关的禁令。这个事情本身呢是非常夸张。放眼过去的全球的贸易的啊这个争端呀，这也是极其少见的状况。可是另外一个。 非常清楚的事实摆在眼前，无论美国彭博社，甚至美国《纽约时报》，包括英国《经济学人》这些媒体都已经做出总结分析，就是美国打压中国的科技发展呢，基本上是失败的。那更不要说贸易战了，都是美国进口商和美国消费者承担了中国商品关税，对吧？所以呢，如果我们总结过去几年呢，对中国的科技打压，坦白的说，几乎都是失败。那么唯独有一些。 个例啊，美国的打压有一点点效果的，就是在芯片领域啊。除了芯片，你说对吧？卫星都打压几十年了，中国的这个空间站、中国的探月工程是越来越成功。中国的北斗的卫星数量是美国 GPS 的两倍，无论是在精度、数据传输啊各方面呢，都是超过 GPS。所以呢，你说打压哪个方面成功了？基本上看不到。只有在芯片领域呢，也不能算成功，可是呢，它的的确确造成了一些麻烦啊。 给我们的产业发展呢，芯片发展呢，制造了障碍啊！你比如说，阿斯麦尔的 EUV 我们买不到，美国又再次加码，要求它的中高端的 DUV 也不卖给咱们。你说现如今的中芯国际用非常老的过去的机器 DUV 搞出七纳米、五纳米的芯片，真的是实属不易。这里面像梁孟松等。 这些专业的人才呢，确实非常了不起了，对吧？我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关键问题是，现如今呢，我们就是没有这个先进的武器，对吧？人家说磨刀不误砍砍柴工，而我们现在的砍柴呀、啊，只能用一把钝刀啊。这个呢，就是美国搞了这么多年的两届政府八年时间。 针对中国的科技围堵呢，也就这么一丁点儿的效果。而且呢，按照美国媒体和《经济学人》最新的分析和报道认为呢，其实美国的这种打压，大大的促进了中国芯片自主化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没有打死，造成痛苦，但是绝地反击，那么实现怎么样呀？一定程度上的芯片的突破。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中国芯片出口数量的大幅增长，这也就是为什么。 荷兰的光刻机巨头阿斯米尔公司的 CEO 会做出此番表态。他的这个讲话本身呢，是向德国媒体所传递的信息。那么他的原话是：尽管中国芯片目前并没有掌握最先进的全球芯片制程，但是在成熟芯片领域，在全世界对中国成熟制程的芯片的依赖已经越来越强。那么这揭示出西方企业在投资。 布局生产成熟制成芯片方面的犹豫不足和产能不足，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全球半导体巨头阿斯麦尔公司的 CEO 他讲的话，而且是有数据作为支撑的。你想想看，打了这么久的时间，结果全球竟然依赖起了中国的芯片，这你敢想象吗？当然，很多朋友会说。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又不是三纳米、两纳米的先进制程，都是成熟制程的芯片，对吧？成熟制程的芯片，我讲一句话大家就明白了啊！就像现在的很多人生病了，照样会使用几十年前，对吧？上百年前所研发出来的什么呀？像青霉素呀，一些抗生素，对吧？这个都是很经典的东西啊！你就是需要，你就是依赖，哎，你去做，你做出来的成本就是要比我贵好几倍啊！如今呢，我们看到按照。 这个阿斯米亚 CEO 的说法呢，德国市场的芯片的这个需求量呢，那么实际上有百分之五十的缺口都需要由中国的产能来补充。换言之，你的汽车生产线如果离开了中国的成熟制成的芯片，不好意思，你要停产，就是这么简单，对吧？什么什么先进不先进的，关键问题是你需要我。按照阿斯米亚 CEO 的说法，已经对中国成熟芯片产生了依赖性。 啊，依赖性。那么，所以呢就很清楚了。那么现如今，阿斯麦公司的 CEO 为什么这么说呀？一方面表达出美国不断需要、不断去打压阿斯麦公司，不仅 EUV 不给卖，DUV 也不给卖。啊，认为美国此举是流氓行径，是不靠谱的一种做法。这是阿斯麦 CEO 讲话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呢，你这么搞，最终会搞死，最终会导致你西方自己的半导体公司。 啊，这个半导体需求的科技公司会产生很重要的这个冲击，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呀？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说，阿斯麦尔公司呢是在向中国市场呢表达出它的一个，你可以叫讨好或者是表达善意啊，因为阿斯麦尔公司它不是今天才和就和中国合作，它在几十年以前就深耕中国大陆市场。 你让其因为短期因素而退出中国大陆市场，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我早就下出断言，对吧？不是不仅仅是阿斯麦啊，你想想看，美国自己的半导体的巨头公司科磊公司，对吧？ 和应用材料公司在过去美国打压中国半导体发展的这几年时间里面，对中国大陆的销售额是节节攀升。目前，科磊公司和应用材料公司在中国大陆市场的销售额占其全球的销售占比已经来到了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四十二。你美国自己的半导体巨头公司都是如此之高的依赖性，你怎么可能说阿斯麦尔公司听你的呢？ 阿斯麦亚公司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占比已经来到了全球占比的百分之四十六，啊，这种依赖性几乎是半壁江山，不可能走开的，啊，绝不可能。他给你软磨硬泡，拖到你这个 CEO，拖到你不拖到你美国的领导者下台，啊，他给你想尽一切办法。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谈到了像日本的东京电子、尼康、佳能都是同样的处境，一模一样，对吧？那么，所以阿斯麦亚公司的 CEO 他们所释放出来的这个说法本身呢，是符合。 这个事事实事求是的精神的，你比如说，根据全球最注最权威的行业组织——半导体行业组织，叫做 SE, S E E S M I。那么这个组织呢，他们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二零二五年中国芯片制造的产能将会大幅增长百分之十四，每个月呢将会为全世界生产一千零一十片的芯片。那么这个数据是是多少呢？ 我们和全球其他地区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是全球其他地区的两倍以上啊，两倍以上。其实中国芯片，我之前节目中说过，目前的战略布局就是四，就是一句话叫“农村包围城市”六个字啊，就是从成熟制成的产能我先一扫而光，对吧？一统天下，然后呢，我再向中心地带、先进制成来进发啊。 我们此前也说过，无论是联电、世界先进、恩智浦、英飞凌这些公司，都是中芯国际还有华虹半导体的竞争对手。而中国低阶段的目标，就是通过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还有很多其他的中国成熟制成的芯片公司呢，要放眼全世界，把这些公司的成熟制成芯片的市场份额通通拿下，通通拿下之后，很简单，对吧？很简单。那么就像整个的。 芯片上下游的供应链和生态链去进发，那么形成自己的生态体系之后呢，再向中心环节、舞台的中心，从蛋白区到蛋黄蛋黄区，然后最后攻下这个人类半导体的最先进制程，还有它的上游供应链啊，这是整体的规划、整体的策略，而且目前呢比较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吧？你硬死磕市先进制程呢？ 意义没那么大，而且会消耗非常多的兵力，非常长的时间。关键问题是呢，这里面不可控的因素也非常多。关键问题是，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的芯片生产，从芯片市场，同时中国呢为全世界生产非常多的高科技产品，而中国自身也需要海量的成熟制成的芯片啊。所以，阿斯米亚公司这个 CEO 傅凯最新接受德国媒体采访，他为什么接受德国媒体采访呀？ 他自己作为荷兰的阿斯米尔公司的 CEO，他为什么接受德国媒体采访呢？很明显，目前在德国，其实荷兰呢，他是自己又不用争霸，对不对？他也没有受控于美国，当然他会承受来自美国的压力。那总的来说呢，他希望保持自己一定的独立性。而欧洲地区呢，法国不断强调战略自主，可是德国目前呢，它的红绿灯政府呢，整个的执政是非常的不利。 啊，德国绿党呢对中国非常之不友好，推出各种政策，基本上都在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政策路线，比较的亲美。而且德国自身的科技产业正在高度的去工业化，德国汽车产业等等。那么，其实阿斯麦的 CEO 跑到德国接受德国媒体的采访，说出这番话，就是在告诉德国的这帮人，对吧？你们自己的科技产业、工业化企业、汽车产业、机械行业，你们要不要发展呢？ 你们现在百分之五十的芯片缺口是由中国的成熟制成的芯片产业来为你提供芯片的。如果你继续打压，不让我荷兰的阿斯米尔公司的 DUV 卖掉中国大陆，不好意思，他们生产不出来这么多的芯片，供给给你德国的这些科技公司、汽车公司。那么德国的这些厂商不好意思，你也要停产。换言之，你一巴掌打出去之后呢，其实也是打在你自己的脸上。所以呢，富凯在。 接受德媒采访的时候也说到，全球对传统芯片需求正在快速增长，但传统芯片利润是比较多的，其他国家呢不愿意在这方面花功夫啊、呃、建厂房，因此呢在规模和性价比上根本没有办法和中国进行价格竞争，啊这种现象，按照傅凯的说法呢，在欧洲地区尤其明显，欧盟官员甚至坦言，实现芯片自给自足的可能性。 非常小，更倾向于通过所谓互帮互助的方式，来应对全球性的芯片短缺。什么叫互帮互助的方式？什么叫应对全球性的芯片短缺呀、啊？很明显的就是依赖中国的芯片出口，依赖中国的成熟制成的芯片啊。同意的朋友呢，在评论区扣个一啊，支持一下主播。那么在欧洲方面呢，现在百分之五十的芯片需要从中国进口。 那么对于中国传统芯片的极大的依赖性呢，我们在欧盟委员会所推出的欧洲芯片法案当中也能够看得明明白白。所以啊，阿斯米尔呢，他的 CEO 呢，以前是直接放话说我们在中国有海量的市场啊，这个海量的客户，我们需要服务客户，讲道理没有用，对吧？继续施压，不仅美国施压，欧盟委员会也跟着美国一起施压。 而如今呢，阿斯麦尔的 CEO 直接在欧洲媒体接受采访，直接打脸欧盟委员会。你继续施压，你自己的欧盟、欧洲，你自己的欧盟，你的科技企业还要不要发展，对吧？所以欧盟委员会在他的欧洲芯片法案当中着重强调，呼吁欧盟各国要加强这个领域的投资，帮助欧盟提高芯片自给率。但是欧盟委员会自己也承认，短时间之内难以做到。而且呢，阿斯麦尔的 CEO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传统的成熟制程芯片利润率没有那么的高，这是一个脏活、苦活、累活，对吧？那么形成规模效应的中国成熟制程芯片产业才能够提出，才能够做出性价比超高的这种类型的芯片。如果欧盟自己现在来建厂生产成熟制程的芯片，不好意思，你的你恐怕建厂之后你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因为在这个市场上这也没有什么。 核心科技对吧？反正都是成熟制城嘛，十四纳米、二十八纳米做出来的芯片在市场上卖，嗯，它到处都是对吧？你你拿到，买到一道芯片，你想复制你也复制不来啊！你你会做的，反正这个东西也都是会做的企业也已经很多了，是吧？所以呢，你这种这个时候的话，那么你自己又做不出来啊，做出来之后呢，成本又太高，那中国的市场降价啊销售，那到时候呢也是死掉一大片。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格局本身呢，我们就为大家讲解了阿斯麦尔公司的 CEO，他现在的整个策略呢，已经发生了变化了。从过去的讲道理、讲国际法、讲服务客户、讲企业服务、讲宗旨、讲和中国的合作的历史渊源，已经变成什么呀？变成讲利害关系，直接讲你欧洲不要跟着美国上蹿下跳，对吧？你欧盟委员会应该帮助我欧洲的企业，帮助我阿斯麦尔公司，我是一家欧洲的企业，你不要搞错了。 啊，其实这个话讲翻译过来讲白了就是，你欧洲离不开中国的成熟芯片，你欧洲的成熟芯片的自给自足，欧洲芯片法案不要说什么啊，这个旷日持久了，对吧？即便是你现在就能够生产，你也搞不过中国的成熟制成芯片，这就是阿斯麦尔公司阿斯麦尔 CEO 所传递出来的明确信息。当然，我们必须呢也要非常清楚的了解到，成熟制成的芯片呢，利润率的确是低的。 啊，咱们呢费了好大的劲生产这么多芯片，满足欧洲地区科技发展的所需，对吧？结果别人呢整天还跟你唧唧歪歪，哈、啊，还不说你的好，对不对？中国为全世界生产如此多的价廉物美的商品，那么甚至帮助美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结果人家说你叫什么呀？产能过剩。所以这帮西方人真的是啊，真的是看问题呢，真的是巨双标啊，甚至有的时候巨不要脸。 以前的时候说什么呀？哎呀，我们全球地球是平的，对吧？我们这个全球的合作、地球村、全球化、国际贸易、自由法则，这等等之类的，讲的震天响啊！说什么我们要搞新能源，搞这个气候变化啊？他们本来以为自己能够在新能源汽车方面。 实现一个新的跨越，让其他国家永远成为它的什么呀？消费者，成为它的市场。结果没有想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弯道超车，哎，比美国、欧洲做得更好。现如今呢，美国对中国汽车加征百分之之百的关税，欧盟委员会、欧洲对中国汽车加征百分之三十六点八的关税。你想想看，要不要脸？以前不是说什么去关税壁垒吗？对不对？啊，不是说什么新发展新能源汽车吗？对不对？ 啊，不是说节能减碳吗？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已经把二零三零年所谓的净零目标什么什么啊，这个呃燃油车净净收目标，通通的这个去逐渐取消掉，啊，这就是非常不要脸啊，非常的双重标准，啊，当然我们前面讲这么多，对吧？我们的确付出了很多啊，这个做成熟芯片赚不了几个钱啊，所以呢，在我们完成了成熟芯片的布局，在市场。 掌握了大部分的市场话语权之后呢，最终目标一定要攻克先进制成的芯片啊，这个呢是这个最终目标啊。当然了，饭要一口一口吃，对吧？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实现这个目标。那么我们看到今年中国的前七个月的芯片出口额呢，是大幅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点八。那么整体中国芯片的出口出口的态势呢，是非常的强劲的。 啊，非常强劲的。那么，随着这样的大幅增长的这种状况呢，未来放眼全世界，我最后再说一遍，对吧？什么英飞凌、联电、世界先进，什么啊恩智浦这些做传统的成熟制程芯片的企业啊，什么 MCU 的呀等等之类的，通通它的市场占有率会被中国大陆的企业给拿走。 啊，这一点呢，我觉得是确定无疑，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甚至美国英特尔公司很大的市场份额呢，也会被中国大陆的这个芯片公司给拿走。英特尔公司不到半不到一年的时间，今年以来八个多月的时间，股价下跌百分之六十多啊！这对于美国的芯片巨头英特尔来说是何等的苦涩。那不管了，这是美国人自己的事情，反正呀、啊，他要去围堵中国，围堵了个半天。 其实也是围堵了个寂寞啊！我们呢，且看后续局势的发展。总的来说呢，作为突破哥，我个人呢，为对,对未来发展的局势呢，是非常的乐观的啊！尤其是中国科技自主这件事情呢，是绝对会顺利的实现。